要了解所谓的蓝列锁定技巧。那这边的话，各位打开来之后，第一个是这个地方有个九九乘法表公式，九九乘法表函数，九九乘法表 VBA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今天我希望哈，你帮我做出来一个九九乘法表，然后呢，这个九九乘法表里面就是在这个格子里面哈，就输入上面这东西一乘上一等于它两个相乘的结果，等于一。然后这个一乘上二等于二之类的哈，就是以此类推。但是我只要做，如果用公式，我只要做一个，用什么方式可以向下、向右，它一次就可以做完的，而不是说一个个慢慢填哦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是函数部分的话呢，那前面我们哈，这上面当然有一到九，那可是如果我说我今天我不加上这个编号，用什么方式？可以抓到它现在的位置，所以这边会用到两个函数，好像前面有 用到过，一个叫 row， 一个叫 column， 请你用 row 跟 column 做出九九乘法表来 ，row 跟 column， 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怎么样做 row？ 那 row 的话是抓到是列号 ，column 是抓到栏号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？这第二个哈，第三个是什么？VBA， 那 VBA 意思就是说哈。一是一样啊，有点像公式这边哦。我不要用公式，我希望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，自动帮我把九九乘法表，自动把它输出过去。这边的话呢，其实只要两个回圈，加上一行程式，就完成了。所以这边的话哈，恐怕你们先可以想想看这份。那 VBA 的话，我觉得难度比较高了。不过前面如果你做过的话，套公式 ，for i 等于二到十。for j 等于也是2到 10， 我们有一个 i 嘛， i 就是 代表是列， j 的话呢代表是栏，然后输出的话输出到这个格子里面的公式，就是用 i 跟 j 来代替，然后可以把结果输出。那当你按下去之后的话，九九乘法表就一气呵成了。那当你最后可以做出一个按钮是九九乘法表，那底下也许可以再做一个按钮叫做清除，可以自动帮我把它清掉，类似像这样的练习，前面也有做过了，我想这个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先试试看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该怎么做。那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云端的备份，那请各位自己再找时间，当然不是等一下有时间自己再回家之后了，你把它备份一下，以后的话一劳永逸了，比较不会说将来若连可能出问题，或者是说你可能连不上网络的问题。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影片部分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可以各位自己可以找一下一个叫 4K download 的一个小软体，它可以自动帮你把那个 YouTube 上面影片抓下来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或者你可以看我那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吧，我在那个工训处也教那个YouTube 在公务上面的那个使用，里面就有第一个单元就是讲如何下载 YouTube 影片，那各位可以自行再去参考。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大型试算表的栏列锁定技巧，比如说我今天呢用公式、用函数、用 VBA 怎么样快速的产生一个九九乘法表，这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。